我去走了，兄弟。要得，好嘛。这小心点哈。他年纪这么小。快点，我说哈，说到事故说要睡觉哈，听到没？早点睡了，明天读书要不，好不好？明天去就应该坐绵羊车，要不？今天睡没有？没有。快打开我说睡。今天我家伙怎么不睡呀、啊？快睡喽，明天读书了，妈们儿。就是这个噻，本来让几九睡了呢，来来来吧，快盖喽，啥呀？家伙不好。就有时候喊他下来，他又不下来，就又在我哥打电话。假如我娘叫我打了电话了，他就是脑壳痛，心头不舒服，脚也痛。昨天都好了嘛？昨天上瘾。他就是脚不是昨天痛嘛？我估计是得感冒了。人家叫我喊下来，他又说不下来，他说还拖两三天，从我拖在马路当年轻人了，就我好人都找不着，还别说拉拖。我打电话，我娘抬一句脚，我说你关门没有？没关门，我说我把老弟弄下来。他说叔爷今晚太晚了，我们没有赶场，他说门早你早点儿。我没早就早了，你起码上了七点钟接一下，六点过就睡。六点钟都要醒喽，你去还跟家我收拾一会儿，还下来，七点钟就弄到这头，早点儿。但是今天我儿送不到喽，给他们送了嘛。送给奶奶，反正不睡，我奶奶也弄了。啊，今天我儿送了给，等明天接我儿送了就更迟喽。打电话是错的嘛，这里喊起来怎么了嘛？你喊来，我把这两万收拾进，我今天继续打电话，喊来看。啊，快去！我看衣裳，俺拿去穿去，送你走。妈，我找妈妈。走，去找妈妈，走，快点，俺妈都不要你们了。来，我这衣裳穿去，快点。外婆，快点，来弄一个。快来穿去，睡衣不脱，就只穿平面上，快点，来。我们找妈妈喊门。别来了哈。反正说你回去就不要来了，我真的难听弄了。你说呀，我想来就来了，懂吗？你晓得人家蒋公讲的说谁去不？咋嘞？他说我要走，我就是冬天走，讲究冷，又不要宾馆。我答应他，我说你走不到，那个去楼下一层我办噻。吃亏的是哪个？吃亏是自己。我说，儿子满地，你要想一些。我说，过来好好子，我就晓得可能跟人家舅舅我你有点嘴。他说是。你问舅舅没嘛？结果没找人，五点钟起来出去来找，啊喊他擦脚屁股，舅舅忙搞不赢，就没给他擦，说人家脚你擦得到，哎就是人家舅舅不关心了，不管了。哎呀，那人家一天都很，那就给想起想办的。想得多，把娃送上狗，还找我上来看一下，然后明早人把他接起来。嗯，走，快找找妈妈狗。你今天外婆是里面要加绒，外边要加绒，这是外婆说冷。不是我说的，我人家穿衣裳，人家外国人少很多，要去喊弄去，你晓得不？你要怪我，孩子不要。明天是出去不马上去了，等儿整的面罩又跑不起，面罩让外公妈去读书去。啊，明天我走的时候喊外公喊了，送了一下。拜拜，跟外婆拜拜。拜拜。去了。大妹儿，书包，快去。哦，书包。好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好。慢点哈，拜拜，给舅舅拜拜，舅舅拜拜，姐你可以不要来了哈，我慢点弄了哈，拜拜，还要来上午打电话，有没有？是你弄在衣裳了，咋没天亮了嘛？你干活了，我们自己早点了嘛。干活了，那点去来说喊，那说是这。去打一针看了，止痛针打了有效果没得？他说没得用的，我们直接接了，弄家走。那么就弄家下去看。张哥，什么样？啊？没有。啊。哎。哎呀。那么那我飞去。我说等还进去的时候。哎呀，那这不腿管用。管你那身的兔子子痛。下去耍几天嘛，到时候看到那底下耍几天。来，我飞去。你，我给你找衣裳噻，你要是赶紧的。嗯。赶紧，我给你找衣裳。你嗨呀，你穿上爽哦。哎，裤子都没换过来了，我新裤子不一定穿出去。先披吧，真的黑，先这衣裳披上。吃到了吗？要吃到不？吃啥要啥去买呀？啊，走，我就走了，兄弟。要得，好嘛。这小心点哈。他年纪这么小，你干活了走，都去不来吃，自己点儿去的。
慢点。那样你说后头从头来。爸这一说叫你吃才叫。小孩不吃。我当了稀饭嘛。而且也说你也吃。稀饭就吃好了，给他吃好了。吃好了，来来来，要不然吃。哎呀，等等我吃好听吧。你等他说这种，说也好就好不了。啊。有事你就先去嘛。啊，要得，我刚才看见了。我刚才看见，马上再陪你。要得。嗯，好。啊，这两没得说啊，要说三瓶喽，又哪里不贵没得？嗯，没事，贵的。反正手机不好，公交输，别懵的。就白洗碗，白喂狗。对不啦，好吃的。这是说是比现好多了哈。今天。今天人家好，见小姐快不多。你在这可以做会儿，我做饭去。